嘿小，你撞我！我没有按 shift， 不是我。哦哦，好，我要来向在旁边点这个。没见鬼喽！等一下，我在投石头啊！稿子不能另外一个人拿哦，注意哦。对。啊啊！刚刚有在认真在点木头，我刚刚上面挖一堆石头。嘣嘣，爆炸啦！这一次只有28M。不行，再一次。几百？几盖？那我就直接专心，就是一直弄铁轨了。嗯，好。有人站在边。嗯，噔，叮。记得稿子只能一个人拿。好，我拿，拜拜。敲敲敲。火车出发咯。嗯，哦，小偷想干嘛？想对熊猫做坏坏的事情。走开，企鹅，企鹅来捶你。好，死了。再来，会小会小，好，继续挖矿，敲敲敲敲敲敲，噔噔噔，好，我要去另外一边了，好，从这里开始敲哈，嗯。嘿咻，啊，没有炸药觉得前期没有炸药觉得好像还少了点什么，少了点什么，想要爆破了吗？对啊，我觉得玩炸药好好玩哦。我糟了，有人玩上瘾了。是很好玩哎，那边炸。现在感觉就是哈，挖矿挖矿挖矿没了，重新生存有没有？没矿。对啊。这个没有这种，要有重新生存，要有炸药才好玩。一开始就给你 TNT， 对，没错。好，下一次月许 C， 主题直接确定吗？这次应该够了吧？就可以尽量叠材料。好，叠。然后对面去，等你们过，等你们过，可以先，应该是可以先继续做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嗯嗯，就囤铁轨这样子，囤铁轨感觉更棒。对，我觉得两种都要囤的，因为有时候是要说持续制作多少。哦、对啊，就是两个都要这样。叮叮叮，三个，可以先囤车厢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就先拉那个吧，放比较多东西。对啊，这样比较好。真的，升级，升级，最大了，最大了。还有一颗，要不要升级？铁轨吗？铁轨机。好啊，水机也可以啦，都行，可以。好，那就升级铁轨。嗯，好。Hello。哇。哇。嗯嗯，安安。好。豆子，安安。冲刺200次。冲冲冲！打安安，结果我没有马上看到。你有看到吗？然后翻桌，
凶巴巴，超凶的生气。然后就决定我跟他不回了，不理他，看他生气。又有小偷，这张图怎么那么多小偷啊？哎，然后下面是那个哦，下面是螺栓。好，嗯，我在尝试着冲刺。嗯，前面需要木头铺一下。对，需要木头铺一下路。来了。啊，小鸭鸭！小鸭鸭怎么了？小鸭鸭直接被压死。看什么？看什么？看什么？撞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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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去浇水。好。来来。哇，你的木头，你的斧头掉了、哦。我的斧头被撞掉了。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？是银斧头。我是普通的斧头。小偷干什么？小偷想偷铁轨啊！我锤爆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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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锤！锤！现在没有 TNT， 很生气哦，你小心一点。对，我超生气！锤！我锤！没有 TNT， 他本身就是个 TNT。哈哈，好好玩啊、哦！耶、yeah ！好好玩。不行。这里，哎、欸，你的斧头在左下，右左下角。哇哇！我们的冲刺忘了冲，冲刺冲，还好还好还好，少一个螺丝，幽灵车厢。哇！可是我们不够，哇！这次只能 pass。哇！尴尬，尴尬。哇！就都不要吧。QQ。对吧、啊？接太快。嗯。杯面好、啊，只有一名玩家可以拿起水桶。OK， 好 ，OK， 这种取消掉。好，欸、右左边有蛮多石头过不去，欸、好，我们再挖。怎么了？过不去，等一下摸木头。可以。好。嗯。哇，这一关的石头有点稀少。我帮你开路上去，我帮你开路上去。嗯，这里帮你开路上去。好。团团上面有时候可以挖。我的麦克风掉了，等一下。好。麦克风喷了。我刚麦克风直接被我打倒。打倒哇！哇，小偷打不过还把打麦克风。看来要多一点小偷给他打，不然麦克风会坏掉。啊，没关系。我已经藏在很没人会去走那个地方，结果还是被弄到。然后角落看到是什么东西啊？水桶啊！哇！这小孩子经不起好奇心。反正上面要挖开，上面要挖开，我们上去拿要那个螺丝。哦，好，螺丝，有，请去。好，我来。请去。情趣趣，情趣，什么鬼？那不是那个情趣啊！哦，你在想什么？拿到了。T O O， 没了！暴力的，超爆！天哪！真的，好吧。哎呦喂！今年最爆！哦，真的，今年哦，不是今日哦。今年，哎、欸，我的斧头怎么掉了？等一下，是不是木头不够啊？木头这边底下还有。没有，我用旁边要接路。有，这里有。哦，好，啊，拍谁？你们耳朵拍谁？拍谁？好。提醒了你们要把音量转小。等一下，不要扑啊！冷静哦。好的，不是啊，不然你们都说我们太安静了，你们都说我没在吵架。我真不会吵、啊，玩这游戏要吵架、啊。他们说你们没吵起来，不像你们啊。这个为什么吵起来？又不是 Overcooked 才要吵啊！ Overcooked 真的会吵啊，我觉得好可怕、啊。Overcooked 太恐怖，而且尤其是后面 DLC 真的很可怕、啊。
那个只要一个失误就会爆了。然后通常那个失误爆掉，如果刚好都在高压的情况下玩，那真的是很恐怖。嗯，哎、欸，你天梯、欸，炸药，炸药，车下有人马上拿起来了，马上升级，马上升级，秒拿哎、欸，超快哎、欸，好玩。嗯 ，Hello， 炸药，等一下，我在抓羊。二十个物品堆叠，哦，二十个物品。等一下，这里怎么没有木头？这里有木头。嗯。哎、欸，团团，你那个就直接挖一个洞，然后把炸药塞进去就好了。对，我打算这样做了。我这边挖个洞，哦，这个洞感觉还不错，就这样了。稿子放在这里。来得及吗？我想铁轨上去。应该可以吧。那两个跑远一点了，我要走远一点了。结果那边要爆炸了。哇、哦！开了开了开了！哎、欸，等下我怎么拿到铁轨？好，等你扶。好爽哦！我今天看到一个人的名叫吴博义，哎，真的假的？吴博义啊，好可爱！因为我今天去看医生啊，然后就一个叫吴博义的。这么刚好、哦，超刚好、欸，给你拿。我要再去，我要去用那个，我要再去炸了。你想炸什么？云烟结果。等一下，我挖个洞给你，挖个洞给你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。好。哦，好爽哦。啊，是要先解堆叠、啊。我刚刚就是在弄啊，你要给我堆起来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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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木头用木头堆，用木头堆。我在叠木头，在叠木头，在叠木头。七七七七七。欺负病人是不是？我的怒火就跟车头一样、哦，在烧了。好了，叠好了，叠好了。没事没事有了。你的炸弹呢、啊？你的木头真的挖好多、哦。等一下，不是啊，通常都是你炸的了。我刚看。炸弹。我要去拿钥匙，不是拿螺丝了，在上面。啊，为什么不要从另一边那个、啊？好了，结果。哎，还是要先有一些木头才叠过去、啊。我讲一下哦，没有矿哦。好，我来。炸弹气了，赶紧出来挖了。我来挖了。那个石头上面有了，可以先搬。来，冲啊！我来挖矿。快点帮忙拿。小偷干嘛？他想偷什么东西？小偷想偷，他偷木头，他偷木头走了。他拿一个木头这么开心啊？开心啊！对，我知道你要砍树，我来砍了。好了。好，有人把我的斧头撞掉了。OK。啊 ，Full Panda 人叫吴博义哦。哎，我放炸弹哦。好，你放。Full Panda 叫吴博义，天啊！可爱了吧？有了，拿到了！啊，螺丝拿到了。就口天吴嘛，然后博学的博，然后意义的意。啊，等一下，真的是要好好的弄那个矿石，矿石好少，这张图好多黑石头。ow， 抱歉。为什么？可以炸小偷吧？生物应该炸到都死了。可以啊。耶、yeah ！下一关，小偷竟然活下来了。对啊，团团真的没去炸他、啊。不行，我来不及，我有炸药在玩。来不及。要再升级一个炸药车厢吗？耶、yeah ，好，毫不犹豫。哎，好玩。水箱要升吗？还是要先存？水箱哦，可以啊，就不用那么频繁的那个啊。对啊。所以是升这个吗？哎、欸，不对哦，那是另外再买一个新的。嗯，哦，哎、欸，我们的呱呱跑去哪？呱呱去流浪了。呱呱，邓来哦，我去哪里了？你跑到下面去了？你跑到下面去了？是在这里？我上不来。等一下，哦，来，对，哎、欸，我刚 W 骑马。